欢迎、hey, 好朋友来到《股海大丈夫》，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永诚国际投顾陈建成分析师，建成老师好，田你好，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。 十二月十四号了，就是这个礼拜六哦、喔。好朋友完成报名了吗？还没报名完成的朋友，赶紧直接加入拉 i 特 e 群组，点图最快。小老鼠 h i h 八八八，小老鼠 h i h 八八八。看到了昨天晚上九点半公布出来的 C P I 的指数哇，美股就先喷呐、啊，但是却是开高走低的啊。好，那后续该怎么看呢？那 C P I 公布了，那接下来还有呢，就是升息，最后礼拜四的今年的最后一次了。好，<對>老师这次演讲会都会跟大家分析后续吗？来。 这个演讲会，你没报名的，你赶快来。嗯，台中跟台北是。好，我觉得这两场这一场很重要了。是啊，其实我每场都很重要，因为每场我们讲完我们的这个标股大惊喜，都会让都对啊，都会让大家赚到赚到很。上一次哪两只？爱普阿高几几都一以，涨过就忘了。老师瞬间让考我，涨过就忘了。对，瞬间因为。 我们的标来近期的标股真的，后来会问嘛，我们就把那两只公开嘛，嗯嗯嗯然后就大涨嘛，嗯嗯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来来，这一次又有惊喜大礼哦，惊喜大礼，嗯，哎，上次是爱普威强点吗？那个是十一月标标马股，就是清代体验的，清代体验的那两档，嗯，来，清代体验，那,嗯、那那这一次，嗯嗯，一样哈，我觉得重点在于，嗯，CPI 跟。 年总会升旗机嘛？其实我们在上次分享会都有跟各位讲的。对。好，年底你要再来听，就是去听什么样？未来啊。你就是要去听未来。对啊，明年二零二。你看到今天有一档股票涨停？M 三幺吗？对。从从今年的。 西西姐来台，那个时候开始起标，然后老师是在七月底就开始带进，然后呢，我们一路卡位布局，山头斜照却相迎的 M 三幺六六四三 M 三幺，今天亮灯涨停板，那个时候的 M 三幺也才两百出头，来两百一附近。我们在这边开始带你布局，对，七月份布局，我们在这边嘛，嗯、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八月这边嘛，我们在这边带你布局嘛，对，对不对？嗯。多久？你要赚一个大波段。 八九十，8, 9, 你不要去买那种，你你不要认为说你一辈子，一辈子你等到一只这样子种攻击角度了，嗯、那不是常态，对，就好像不是有一个守株待兔吗？嗯、无意中对不对，在树边捡到一只兔子。 然后他就以为天天待在树下，天天那边有兔子，然后天天在那边树旁面等兔子，等到一辈子饿死了都没等到。嗯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懂。所以同样的，人生一辈子几十年不会有正好给你买到，然后每天涨停那一种。你不要偶尔赚了一只那个，你就认为这个股市的常态就是这样，不是？大部分股市是的常态是一档股票，你真的要报一大段，你必须怎么样？ 你要有心性，你必须要怎么样？半年，嗯，半年嘛，真的是半年嘛。从八月开始起涨，它到今天创新高，哎，历史新高，哎，对不对？半年的时间，真的半年嘛？对，半年呢？哼，半年，尽管它上冲下洗，你报好了，你报好没？你报好没？城改股，对不对？报警处理。来，去年，去年今日此门中，新塘四九一九。 去年，这是今年一月到今年一月的呃分享会都还有在分享的。这档新塘去年你们在追航运的时候，五月对不对？买跌停的新塘来，五月十十十七号的时候，这时候你们都在追航运对不对？嗯,嗯可这时候的新塘呢？四五十块吧，很便宜。五十。六月。 我记得我们五月五月份，我们是五月底买的，对，五月份就买。我们五月底买，那我不要跟你讲五月底嘛，因为这个时候你们都去追航运了嘛。嗯，但这一次我们五月底买五十几之后到八十，它就开始整理一个月。整整就说这边好了，好不好？不要跟你说最低了，因为当时我们五月十七要去买跌停嘛。嗯，对，对不对？很精彩。哎，这个月我的股票没在涨，没大涨。 航运天天在飙，哎，时候对，哇，那真的是超闷的，闷死人。我有带你跑去追两百块的阳明长龙吗？No，没有哎，No，我都会员，我都说报好来，报警，就跟现在我告诉你，报警，对，报好来，没错，你不要看他没涨，你很闷，你就喜欢左看右看，东追西追，结果咧，嗯，来，安就会抓龟走鳖，到多少？一百六，嗯，多少时间？ 从七月到八月，短短一个月的时间，非常八十一百六一个月翻倍，有没有？有。那这段时间你在干嘛？还在追航运吗？你的航运开始从高点，那个时候是我不往这边走，你开始往这边走了。那个时候是到九五，已经要你开始往这边走了，就跟两三个月前的北极星不是一样吗？你去买在这边的北极星，我在那边带你那时候布局怎么样？爱普利智对。 有没有微强微强电？对不对？你的北极星往这边走的时候，我们才开始要这样子的嘛。嗯，所以这叫做什么呀？节奏啊，节奏嘛。对，三头斜照却相迎。你要能够等，你要能够熬嘛。是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现在看到 M 三幺，那就是这样子的。今天创高，所以我现在要告诉你，嗯，接下来还有什么？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什么？二零二三年呢？明年，嗯，圣诞。 十二月你要跟我布局，不是布局这一个礼拜，不是跟我布局接下来的集团做账。<laughs> 嗯、你当我一直跟你讲，你你看我节目，你要跟着我，你不是赚两三块，嗯、你也不是要赚五块十块，嗯、你是一档，你真的好好给他赚个十万二十万，是有没有？没错。所以什么样的股票，我会在这个圣诞节告诉你。嗯、明年上半年。 你好好跟我一档股票，报到明年的五六月嗯，嗯，你照样翻倍赚。你觉得太慢，那没有办法了。嗯嗯、我说真的，我讲的已经是很保守的，我不是每个人都跟你讲很满。结果你来了之后，嗯，哎、欸，不是说一个月要赚一倍吗？人没有哎、欸。老师不不说这种话，不给你画这种大饼。嗯、老师是实实在,在拜托啊，你这两三年来，你真的可以一档一档一倍赚到，然后安全下车，再去做另外一档，再赚一倍。嗯。 做房地产都没这么好赚，好不好？<laughs> 那结果你们现在怎么样？二零一九年、二零两千年，新冠肺炎有没有人赚生计、赚<始>合一、赚到很爽的？最后你还不是把那个赚到合一赚到的钱就吐回去了，不是吗？要、啊、把你合一赚到的钱，你现在怎么样？合一拉回，再重新再做一趟，再赚一次吗？没有几个人这样的啦。为什么会没有办法这样？因为你们都是赚了快钱，你们的胃口都养大了。 你要很快再找一个下一档合一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但是等半年，你又愿意吗？嗯哼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啊，一样有机会啊，一样有机会。而且在明年到底会有哪些行情，要怎么赚，老师都会在呃实战分享会告诉你哦。明年我跟你讲，第一季，对，你不要想说，你不要想说明年第一季。 啊，老师，反正你都讲说到明年就会慢慢越来越好，了，<年>对,对不对？这、嗯、当中也有节奏哎，啊，要做什么题材，要做什么股票？问题是这样子啊，嗯、那今年的前几个月也有十月啊，嗯、我也觉得会越来越好，但是十月你怎么每个人就被吓出场了嘞？对，对，就被露丝问恐吓，嗯、对不对？这两天是没什么利空，嗯、但是拉回，你在这两天不是一样照到有人在砍股票吗？嗯、有没有来？ 你这两天去砍股票的？今天看，你看到今天的大盘？看到今天的，你看到今天的大盘？有没有晕了？对、啊、有没有晕了？今天大盘涨两百点哦。有没有看到？嗯、那昨天，请问你昨天去砍什么？昨天大盘大跌，就是有人砍啊,啊，要不然没人砍，它会大跌吗？嗯、<哼 S 2> 那会员，嗯，我们讲。 养一分静气，多一分福氣，多一分福气。<天>你现在看到没有？昨天老师一直用这句话来提醒大家、欸，哎，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？哎、欸，股票、嗯、一定要每天扛来扛去吗？你不累吗？嗯、你有没有发现跟我都会很简单？嗯、很多人就每天一定要找一支、就是、股票当冲，然后冲到怎么样？住院打点滴，每天都在忙进忙出，那忙的日子好紧绷，到住院打点滴。 你忘记了不是有一个吗？爱普那没看来看去，立志也去看来，结果没赚到。嗯，后来立志飙到三百三了，对，爱普飙到两百二了，有没有？看好他老谈，所以你们都还是没有搞懂哦，怎么样股票才可以大赚？第一个健康有了，钱也有了，是啊，不是啊？你钱没赚到，健康也没了。嗯，那你昨天去杀的人，这两天看大盘不好去杀的人，那今天要再去追回来？好。 今天你想说美股开高走低，对，你以为我们也会开高走低？<果>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,沒有、啊、美国的版本我们就一定要照着演吗？嗯，不要那么天真了，股行情不是用猜的，嗯，行情也不是用比较的，嗯哼，要这么简单，那每个人都去抠美股行情就好了啊？结果嘞？ 并不是这样，并不是这样啊！对啊走自己的路。到现在都已经十二点多了，对，还是不杀下来啊？嗯，而且是压股当中最强的哦、喔。那前两天十一点不是说就要杀了，对不对？對哦，你们以为今天十一点又要杀，並结果没杀，<laughs> 还是说你手上没有股票的人，你去赌他十十一点后要往下杀，你就在那边去空，想要等一下要来低接，结够嘞，行情不是用猜的。 嗯哼，而且这也不是买股票赚钱的方式。买股票赚钱方式就是一档好股票买的抱着，没错。时间到，你就是五十趴一倍就到了。对，干嘛每天这么忙？嗯哼，对不对？嗯，公牛 Z 哦，嘿，又又又够有故事。你昨天来还没报名，你赶快来。小老鼠 H I H 八八八，我跟你讲，我很少在台北办啊。嗯，我们上一次就一年前才办一次。 呃，上半年，上半年，上半年，我们办一次，一直到现在，是上半年。我很少办台北了，因为我们本来就在台北，是啊，对不对？嗯，多数都是要造福中南部的，是。好，嗯哼。所以这一次，台中，我们台北、台中、台北场，嗯，禁止这两场哦，禁止这两台中、台北场，你赶快来，嗯，好，你赶快来，我们要帮你安排座位，所以你先来报名，座位有限，对。 好，因为现在已经有，嗯，每场一百个嘛，嗯哼，限额限额，对，你赶快来，好吗？来加来小老鼠 h i h 八八八，直接点图最快，点图报名哈，来。我看了这哈，我刚被格林顺啊。昨天昨天老师还拿出来，昨天应该没有人跟你讲板卡吧？没有没有。昨天没有人跟你讲板卡吧老师还说。 板卡的春天来了吗？<laughs> 欸、昨天才讲完呢、欸，今天马上出暖夜归巢，马上直接亮红灯呢、欸，好夸张、喔！而且我昨天好几档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一档我还可以拿做做、欸、还比较嘞，我拿帮你拿出来超级比一比，对啊，谁的股本啊、EPS 啊什么？老师还一档一档帮你比，从立台啦、汉讯啊，然后呢，昨天是不是用这一张？对啊，华琴啊，这帮你超级比一比有没有？你自己赶快截图这一张、嗯。<laughs> 下一个主题来，显卡止跌，新品出货，板卡厂营收回暖。哈，嗯、这个今天工商的头条。哈，嗯，来这个今天工商的这一个。哈、嗯，那我知道很多人投资人手上可能会有板卡了。嗯，那为什么我们特别拿？因为我们很关注 NVIDIA <哈>。<很>还有超微超维，因为他们都是会做绘图晶片的。好，那台场有这几家公司：嗯、华硕、微星、技嘉、晨启、立台、华勤、汉讯、映泰。 对不对？嗯，哎，股价怎么样？远近高低各不同，对不对？股本大小也都不一样。嗯，哎，里面最小的股本是谁？汉泰。哎，汉逊哈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汉逊为什么每次板卡卖的好时候，它都特别标哎，因为怎么样？短。股本小。活蹦乱跳。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再来什么？立台有没有？好，那你现在来看哦，各家公司其实到十一月以来的月增，嗯。 哎，技嘉最漂亮，嗯，好，三二，汉逊的月增也不错哦，三一点一，立台也不错，哎，立台也不错哈，对对对，好，那你现在看哈，那就今年的预估呢，华硕三十块，嗯，维新十三点五，这个技嘉十点二，晨起四点五，立台干嘛亏，嗯，然后呢，汉逊亏，哎，股本小的最会亏，对不对？好来，来，华清赚十一，印泰零点四，嗯。 那从本一比来看呢？来，请看一下，谁最低？哇，晨晨企耶六点一五哎，好<呵>、哦，然后在什么？华硕八点九八，微星八点七八，对，技嘉十<是>，华勤十一点一七，呵呵有没有？啊，英泰三三点八五。嗯，好，我那时候有跟各位讲过，嗯，如果你要做板卡呢，嗯，我说你要富贵险中求。 汉逊立台，对不对 n i k e p 好，你要跟我富贵稳中求，你要做什么？嗯，微星技嘉，有没有？对，好，来，那有一档哈，华勤，华勤是这个华硕集团的，哦好，来，这一档是比较专注在显卡跟主机版哦，我们来看一下华勤三五一，昨天节目还连标题都直接给了。 板卡，我昨天标题都写的嘛，有没有？对啊，板卡春天来了没？是啊，华勤、维新、汉讯、立台，叮咚叮咚，来这四档，这四档哪几档涨停？三档涨停，除了维新，因为它比较大只以外，今天的华勤亮灯涨停，汉讯立台都叮咚亮灯涨停板呐。各位亲爱的，哇，实在是昨天你看到节目，你昨天把老师节目认真看进去，真的，你今天都。 都可以享受得到哎、欸！我的 <laughs> 天哪、啊，是不是？都是叮咚叮咚啊！汉讯、青云、立台、华琴三、四，除了技嘉没有，因为技嘉就股本比较大一点。汉讯，我说股本小，对，它就容易亮灯、啊，很容易亮灯。啊，立台也是股本小的，有有也是容易亮灯啊。这老师昨天还都直接从我说立台有没有？对，从股本都帮你分析了看到没有？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，知道吗？因为有一些人哦、喔，专、嗯、做班卡哦，所以他觉得这样子。 像汉讯、立台一定都有忠实粉丝，对，很喜欢做这两支的，所以只要一板卡一有什么题材，立刻就做涨停。对，有一些人就专做这些的，对，没错，就比特币啊、虚拟货币啊、板卡、仙卡这些东西，对还有什么？呃，汉讯、汉立台、青云啊，嗯，这档我们没有讲到嗯嗯，青云啊，对，好，好，所以这些通通。 今天都亮灯，重点是能够在昨天，能够在昨天跟你讲这个新闻的，对不<吧>对？昨天全市场大家都在讲生计，只有老师你没有完全不讲。我们昨天花很多时间在讲巨大，<laughs> 但是后面的重心是，所以可能大家就忽略了大、欸、可是问题，我的标对，兩大欸、我的标还直接把这几个比较大哎、欸，<laughs> 点出来耶、欸，还跟你说抄几比一比耶、欸，亲 <laughs> 爱的，好朋友们，节目真的每天你认真看，你真的你要不？所以啊，你现在看到嗯。 我们总是领先嘛，是啊，对不对？嗯，嗯那你现在看到，那我现在回过来问你啊，嗯，那你要不要来？礼拜来不这？这边还有更多天气，<多>礼拜天、礼拜六,六日几几天气开始就转凉了啦，哈、哦、啊，你来哈、哦，你要像我这样哈、哦。<laughs> 穿高围哈，穿暖巾带围巾戴起来哈，对，比较暖。然后暖暖的进来，你的春天就在我们的分享会现场，好不好？春天就在。那你如果今天真的有跑去买，恭喜你，这几只有赚到涨停的哈，那就恭喜你了。对，好不？好来，那赶快报名，小老鼠 h i h 八八八，赶快去点图报名。对不对？我们这样游艇股哦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标出来。好，在春风里的游艇股，对不对？来，嗯。 每天，嗯，默默的，每天都没量都不大，但是每天就默默就默默涨。对，我说你不赶快进来，你们都要等到啊利剑大人。因为，我跟你讲哈，主力割韭菜三部曲就是他们自己慢慢买，对，对不对？先偷偷的慢慢，他们自己慢慢买，对。然后呢，买了差不多了，他们因为买很多，总要下车嘛，当然，因为这种没有量的股票。 你要下车就是要把它做到有量，嗯，然后大家都来了，那他就可以下车。那就利剑大人九五，所以会员一样，我们什么时候下车？跟好空，我们就是要九五飞龙在天，利剑大人，而且大人会在高档大买的时候，就是那个 timing 点，对，就是我们要获利的。大人在高档大买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到货给。 跟风的人，对不对？你要股票，我们给你；我们要钞票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子。所以现在你就是跟我买好报好，懂？不要乱动。我说我的股票，你真的想想要像 N 三幺那样赚一倍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OK。你要像微强电那样子赚六七十趴，五十涨到八十，对不对？你要像一百七涨到精华，两百六的精华，对，一百块加差都行。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他这几天？ 它就是慢慢涨，嗯，然后都没有涨停。从老师你讲完到现在，它都是默默。你现在你懂了吗？默默的推。你现在你现在你懂为什么我就说节奏，不要那么快涨停？对呀，因为一涨停就被盯上了，对不对？嗯哼。所以你们还没买够的，你都还可以买，嗯，就连今天都还可以买。我在等什么？在大人来。我在等什么？我就在等那一根涨停。那个时候就是利剑大人了，对。 那一根涨停来，隔天再上去，我都不来造啊！而且我一定会亮牌嘛，当然，是不是？对呀，那你不要等我亮牌啊，对不对？还没亮牌之前，投资朋友就是你以为每一次都像微强电，我亮了牌之后，后面还有二十块可以赚对不对？嗯，你没看那一档立志亮了牌之后就回来了，嗯，爱普亮了牌之后，嗯哼，就没有再很冲了嘛，就是，对不对？老师亮牌之后，然后再加上又有其他人又有来跟风之后，然后他们就。 <laughs> 就差不多，就利剑大人。对啊、嗯，好,好，好，我们继续看，这你还来得及哦、喔。老师还没开牌之前，都还来得及。究竟他是老师，这次分享会可不可以这一档，我们已经赚二十块了。哎有，两萬,<場>万了，一张两万了。对，好，哎、欸，这一档到今天，我们应该是赚两万了嘛？对，对不对？一张有，最早跟我们布局进来的，你一张赚两万了。有，对不<吧>对、嗯？嗯嗯，<laughs> 老师分享会可以公开了吗？分享会。 当天到现场，我们跟大家当见面礼。面禮你现在是当跑帮大家讨福利吗？<laughs> 当见面礼，天气冷冷，大家来到这边暖暖的，然后这一档就当个暖暖暖包。好啊，<laughs> 那档暖暖包就公开哈，你来到分享会现场，暖暖包送到你手里。 老师，待会要会不会拿个拿扇子敲我头？以后不准乱 A 乱熬。好啊，你来分享会这一档，我就告诉你。这一档就是我们的暖暖包哦。分享会不是只有这一档啦。还有啦，圣诞大本来是没有这一档的啦，因为这档对不对？啊，这已经是我就讲，因为今天礼拜三了，礼拜四、礼拜搞不好明后天就标出去了。也不确定了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搞到明后天就标出去。如果他真的按耐不住，那那如果他明后天就标出去，那代表后面就还有二十趴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今天？ 你今天就赶快来打电话来问，嗯，那明天一早进场，你可能还可以赚到二十趴，啊，如果他这两天觉得标准，因为我是觉得有可能，他就在动，在因为一天三五趴，三五趴，两天就十趴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搞不好不一定。好啊，所以啊，那那你要等到，嗯，标股大惊喜，你要等到分享会来再问，你可能啊可能还是又又又有一段涨幅出去，你要。 提前先卡位，圣诞分享会礼拜六来，嗯、我就告诉你这档是哪一档，暖暖包，哎，对，OK，好，赶快小老鼠 HIH 八八八，赶快 HIH 八八八，礼拜六你来，我就跟你讲这一档，好，没问题，这是你帮我们要的福利嘛，好來我我刚刚、欸，所以你们要对甜心好一点，我刚刚没有跟老师讲说我要 A 这一档、哦，<laughs> 好了，就当暖暖包暖到各位心里头哈、哦，台中台北都可以得到哦，会员一档两万了哈、哦，有赚到了嘛，出来喽，那这几天股票是不是，嗯。 上上下下一下追生计对、啊，一下现在今天又要回来帮我们抬轿，啊、你在在干 <laughs> 到底在干嘛？对，那我这两天我们带你们左看右看。没有没有啊，我们就是一档稳稳的，一万两万就给他赚到啊，實實在在对不对？你你的心情不会气上然后清带的有价差，我就尽量带做价差；没价差，我们就报好报牢，對,对不对？我也很怕怎么样卖的给他涨上去的，嗯，就少赚很多，是啊，对不对？像那档微墙。 有没有很可惜哈？嗯，M 三幺也是啊，对不对？也没有做到现在，嗯、我们都老实讲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档一档接棒的啊，你看，可能我们后面还有继续接棒的。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再带你去做 M 三幺，我很怎么样？我心里很踏实啊。为什么？啊、因为到右上角了万一他第一季营收掉下来，那怎么办？那个右上角，你心里头就会比较大对啊。你现在去买，你去买五百以上，你都不担心他万一一月营收掉下来，然后股价一下又摔回两百块吗？嗯哼。嗯嗯嗯 好啊，那时候你这这个你这个就不算在我身上了，你就要算现在带你去追的分析师身上了哈，对不对、呃？好，来，我们继续看新闻了。来，你看，今天很多半导体都在涨。对，我要跟你讲什么？嗯，为半导体无期法责任反击美国、日本、荷兰、中国要晶圆自家晶片业，不靠别人，靠自己了。请你看清楚哈、哦，他、嗯、要砸人民币一兆。 那就是五兆台币，五兆，嗯哼，五兆台币，对，然后要自给自足，透过补贴跟抵押等等，抵税，推进当地半导体自给自足，对啊，他不要再靠别人了，靠自己，好，这五兆你要不要？这五兆台币你要不要？我们不用多，我们分一杯羹，你要不要？哇，好，嗯，那谁可以赚到这五兆？ 嗯，一兆人民币。分享会老师可以帮大家列出来吗？我之前我都跟各位讲过了，有点过你早有讲过了，我就说中美贸易战，我说中国要自己搞晶片的话，嗯哼嗯哼，会有。最后赢家还是我们台厂啊，对，因为全世界的半导体供应链就是在我们台湾啊，对不对？丢对,、哦嗯、对不对？嗯。那谁会赚到钱？嗯哼。 这才是重还是台湾嘛，因为大陆现在没有技术嘛，嗯、对不对？没错<錯>，那他还是会先从成熟制成开始做嘛，嗯、<哼>做多一点嘛，嗯、是不是？对，好、哦，所以要我看这新闻，我是看到哪里，我就看到这个一兆，嗯、<哼>我们台湾谁会赚得到？嗯，谁会赚得到这台湾人民币一兆五兆的商机？ 哎、欸，那很多哎、欸。之前台湾常不是在推兆元商机、兆元产业，好多、欸、对,對那你人家这个兆是？对啊，那我们台湾什么样的半导体业可以赚到这五兆的錢五兆元商机？<對>嗯，好。我跟你讲，会员，我们去年其实就让你知道了，而且我也曾经带你布局过。哦，对，成盖股。现在台湾的半导体业谁在做大陆生意的？ 概念股哦，我先跟你讲到这，点到这里。那你要听更详细的分享会来，分享会来，自己来听，分享会来。小老鼠 H I H 八八八，我告诉你哈，赶快抓到一档几十块钱的，不得了！哎，你现在看到很多设备都是怎么样？嗯嗯嗯，因为我想我已经给你暗示哈，设备哈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你生产半导体要设备啊，肯定这是第一步嘛，你要有硬体嘛。对，好设备哈，设备的几百块你就不要去买了啦。 那顶多就是赚五十趴一倍嘛，对不对？Uh huh. 但是如果那你们有,有看到现在设备是在几十块的，还有百元以下的哦。对，然后呢？Oh. 然后呢？有机会吃到，不要说吃到五兆啦。哦，oh, 我们只要吃到那个五兆的百分之一是多少？五百 <laughs> 亿嘛。 只要可以吃到五百亿就好了,了，不得了！五百亿随便，那几十块钱的设备股都怎么样？都可以飙几百块了，真的。你懂我意思没有？明白。你懂我意思没有？嗯、<哼>你要不要？要。你要不要跟我做这种的？要。哎、欸，那几十块。嗯 赚到几百块，那就是十倍，很精彩呀！那就是十倍，好，我我随便举例，假设五十块可以飙到五百块，那不得了，哎，十倍，哎，对，不要说不可能。当初老师您的那个大学光不就是嘛？三十几块，三十几块飙到三四百呀？对呀，十倍呀！那个吃吃到大陆商机，吃到大陆商机就会有这样的爆发。你不要看你手上只有三五十万资金你三五十万资金，如果真的就给你买到，嗯。 那后来三五十块的股票，后来涨到三五百對、啊對啊，那十倍啊！你的财富马上从三,三三三五十万变成三五百万啊！嗯嗯<哼>，不对吗？是没错啊。那如果让你等个两年，你要不要？当然。如果这种股票给你买到，让你等个两年，你要不要？肯定要。那如果我们会老师，<laughs> 哎呦，两、嗯、年你会期也不过半年一年，对不对？啊，会期到了都还没到，啊、拜托啊，会期到你自己没有让你赚十倍，那你等于从。 三让你赚到两倍三倍，那也不差。是啊，你会费早都赚回来，而且还多赚那么多。我大学光也不是，半年就从三十块涨到三百啊。嗯。加登也不是从三十块涨到，也不是半年三十块涨到三百啊。那你要能够抱得住那重点抱得住吗？股票能抱不能抱，老师的心法都有教，对不对？成概股报好来，报警处理就赚得到。我口袋名单有了哈。分享会来跟你分享。我口袋名单有了，赶快。我就是要。 好好去学他这个无兆的商机，期待期待。想一想哈，我们台湾这半年来，呃，这二三十这三十年来，你真的君子终日前乾，你投入半导体的人真的是，嗯嗯嗯，真的，你的下半辈子大富大贵嘛，真的是，春天春风吹不完呐，我们在春风里嘛，对啊，春风吹不完，真的。 即使中间有几年稍微不景气，那也就是。可是因为整个全世界的嗯需求啊，开的新科技一直往前走，对，所以没有停，所以半导体永远怎么样，都用得到。所以老师才会说，为半导体无其批发所任意对，就是这样。半导体，半导体，你们看现在手机放缓，问题怎么样？你以后就算没有手机，你还会依赖更先进的三 C 产的三 C 产品，没错，对不对？ 然后现在要走电动车了，嗯，搞不好以后连那个飞天车都出来了，不不搞不好以后每个人都是像火箭人，对不对？<laughs> 对啊，鞋子一穿就飞，后面一背就可以往上飞了。<laughs> 所以这些东西一定都要半导体，是，所以半导体只会越用越多，是，好，嗯，知道了哈，了解，想吃的人。 小老鼠 h i h 八八八分享会来听来听，昨天跟你讲了巨大，对不对？对。他们他们现在出来讲话澄清了哈，现金跟银行额度充足无语哦，你自己打问号好不好？我是打问号了，因为昨昨天已经跟你讲很清楚了，对，算给大家听了。我还是真的觉得蛮危险的，就是一个捉襟见肘的状态啊。我还真的觉得蛮危险的，要他就把那三百七十三百七十三，他可以把三百七十三亿的脚踏车对拿去抵押，对抵押，因为。 脚踏车总会用得到啦，对啦，他必须要破出去那个钱才进得来嘛，才能够补。可是重点是说，当未来景气好的时候，你要优先让银行先把库存的脚踏车卖出去，把钱还给他。好、哦，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唯一有的底气就是那三百七十亿的脚踏车，<laughs> 对不对？哦、看看看看有没有各县市大家 U bike 都要更新汰换一批，有没有？三百七十亿的脚踏车。对啊，然后最好那个大陆现在开始解封了嘛，大家赶快来买。 刚才推一些优惠不助。欸、你知道开，你知道成立一家 IC 设计公司，三亿的股本就可以。是啊，是没错，三百七十亿可以成立一百家，哎，你可以培养出多少半导体人才？哎，就你现在就知道，那种钱哈，嗯，你要放对地方。 你听懂我意思没？就像脑袋老师，不上礼拜不在讲吗？头要放对位置，对啊，价值就不一样。当初信华出来成立也不过五千万一亿，嗯，其實然后就可以酝酿出三千一股三千的公司。嗯嗯，嗯你知道三百多亿的钱，你知道你可以培养出多少？你可以找了多少台青交成？对，然后顶尖人才，然后去开发出一颗超级 IC，、嗯嗯、然后这家公司的股价可以下一波。 喷上五千块，你你懂我意思吗？可是三百多亿却放在脚踏车上面，嗯哼，你就觉得呵呵啊，如果可以放对，你听懂我意思？你你们听懂我这样讲，你们听懂我意思吗？懂啊，懂啊。那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分享过？嗯，上个礼拜不就在讲西罗的头？ 對放对位置啊，你的头的价值就不一样啊。对，<laughs> 你的头能不能创造出更高价值？下就已经那么久了，差一个礼拜,拜。上个礼拜，C 罗的头，我的,的 <laughs> PPT 真的 PPT 已经已经。老师多认真，这就是老师终日前前累积出来的底气呀、啊。这所有每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真的很丰富。同样一颗头啊，三百多亿，嗯、你放到位，放对位置，那就不是三百多亿的脚踏车。嗯哼。 可能可以创造出的是三千亿，更精彩。三兆，对，更精彩。当年台积电成立的时候，也不是几百亿嘛，嗯，就你现在几百亿放在脚踏车，嗯，所以同样意思，我要告诉你，嗯，你把你的钱在这时候放在巨大，嗯、甚至老师昨天不是还讲他另外的那个美利达相相同产业的，你是要放在巨大，嗯，然后未来几年还要等他脚踏车一台一台卖出去。 还是你要放到我刚刚讲的，不管是半导体或者 IC 晶片等等，在这个高科技产业当中，未来的需求是大爆。还是你要把你买脚踏车的钱，对不对？放对产业，放对位置，放对标股，放对标的。嗯，刚刚我们那一档啊，放在这个未来五兆商机上。嗯哼，让你听懂我意思吗？嗯。 我昨天就跟你讲，讲到车十年都不会坏的，有没有？电脑可能还会摔一摔，嗯，然后手机也是摔一摔。对我最近才帮我爸换手机，摔烂了。都是，几乎都是摔坏的。所以你的钱，要放对位，置，你要放对位置嘛。嗯，但你懂了没有？才能够创造出更高的价值。好来，龙头金豹、盐票，自行车族群全绕练。昨天老师还在卡卡卡也绕练了，卡卡也绕练哦。 有没有拓凯<凱>、利奇、嗯、日驰、贵蒙、明系？嗯嗯、这段时间有一档很标哈，拓凯对不对？嗯、<哼>来，四五三六。 哇哦！<Wow> 高档哦、喔，你要小心哦、喔。自行车供应链哦、喔，嗯嗯、我已经分析给你听了哈、喔嗯。懂。啊、喔，你要小心哈、喔。好，而且这些、嗯、<哼>这些的营收有可能是应收账款堆出来的哦。然后你不要忘记了哦、喔，嗯、<哼>当年银宏基被那个一个外资外国人请来做执行长，嗯、<哼>把一堆货都。 堆到欧洲的通路去，结果钱都收不回来，红红差点垮掉。哦，后来红机就那个那个执行长就换了。呵呵后来经过几年再换这个陈俊胜，哦、但是你去看红机现在的股价，就就这样了，整个就这样了，对，上不去了，有有就上不去了。嗯、明白。好，昨天老师其实就已经帮大家都做了非常完整的分析了。那这些相关供应链，老师昨天有提醒大家了。嗯、每日和连线封中国晶片路。 好，嗯，那所以我要呼应第一章，我跟你讲说，基本上呢，他们去封，中国不会就不弄，他们自给自足啦。我跟你讲哈，人生的上半场没有对跟错，只有成长。对，所以我要告诉你是说，中国人不是吃素的。你现在封我，你只是加速我继续往上自主，对，自主。我现在。 我觉得哈，这就是我看事情的角度。嗯哼，福兮祸之所以，对不对？祸兮福之所福，有没有？嗯，对中国来讲啊，你觉得这是祸还是福？我告诉你，就长远来看，这是福哎。对他靠自己，自立，他就要想办法再靠自己，赶快走出自己的路了。可之前他没有这样想的时候，要什么有什么嘛，嗯哼，对不对？嗯。 那现在我帮你路堵死了，你知道自己啊？哎、欸，他就会成长了啦。当然啦。所以我，我我认为他们这样子堵死中国，嗯、你最好你怎么样？你就好好全部都要堵死他。就是被逼到绝境的时候，<對>那个潜能就会被激发出来了。你们仔细想一想，你们的人生是不是都这样？人生是这样啊，被逼到。我跟你讲，你的人生，你有没有发现你可以成长，都是因为你吃过苦，你被人家骗过，<laughs> 对不对？嗯。 然后你才醒过来，对，最终怎么样？靠山山倒，靠人人倒，靠自己最好。没错，意思是一样。是，所以你不要看这个哦。我告诉你哦，美国这一次是掐住它换取几年它可以持续的优势。但是，但是你让中国这一条路自己走出来了，对，那你都完蛋了。对，那我说真的，嗯。 所以不要去看衰中国了。我说真的，大家都留着一样的这个什么基因，嗯、人家会比你笨吗？嗯、不会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好来，所以，所以你手上有跟他们相关的、嗯、你也不要你也不要乱卖啦。嗯、<哼>我就说你要做，你就是资金要用对地方。对。 啊，你也不要自己乱看到这个，有的人买一堆中概呃什么中国基金干嘛的有没有？嗯、<coughs> 你可以做的选择是，你没有更好选择，那你就不要去打落水狗。嗯、<哼>那不然你就怎么样？嗯、你就把你的资金跟我狸猫换太子，对不对？嗯、<哼>你就来跟我狸猫换太子。哎、啊，要怎么换？做这一档要怎么换？你要会换好不好？要换对标的，要换对方向，换对股票、哦。好来。 联总会要续音还是旭哥。嗯，哎、欸，其实你们去看这一次升，呃，低于预期，对不对？优于预期啊，好，优于预期，可优于预期，我觉得也没有掉很多哎、欸，还是七点多哎、欸，七点一，还是很高哎、欸。哦。 没没错嘛，是啊，因为他的目标是二二啊，其实还很远，对不对？可大家就已经放鞭炮了。呵呵。那如果到二还得了？哇！我想到二哈。嗯。那会力多出警了，没？到到二大家要哭了。哦，那很烂。哦，也对，那整个的一个民生会很惨的，很惨，很惨，那就要降息了。嗯。所以你要知道到底会怎么样吗？嗯。看分享会，分享会来现场，老师告诉你。你看哦。 历年的几次升息路径，嗯，我一个个带你看。好，一九九四年我清大刚毕业那一年，嗯，一九九四到一九九五就是我清大毕业，我跑去当兵那一年，这种身法，其实是蛮陡的哈。是啊，如果这一条没出现的时候，你会知道说一九九四、一九九五那一年它很陡。嗯嗯，好，那一年它很陡。那时候谁在当联总会主席？哦，Greenspan，格林斯潘。哦，哇。 再什么呀？一九九九，哦，有没有？就是两千年那一波，到两千年那一年。因为那时候一九九八金融海啸之后，对，好，来，嗯，这种风暴，感觉上跟一九九四没那么激进，对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那再来呢？再来是雷曼之后，对，好，雷曼之后就是应该是欧欧债危机之后，有没有？欧债的那一波？哎，欧债危机之后其实。 欧洲不好，但是美国已经慢慢复苏了。嗯，所以他那时候不是好几个什么 Q E one、Q E two、Q E 三，嗯，整个印完之后，哎，在二零一五之后开始怎么样？嗯，开始升了。有没有？嗯，很很缓。对，很久。嗯，对不对？时间很缓很久。嗯，可是这几年的半导体，也是在我们的行，我们的股市也是在那边上上下下上上下下。嗯，可是，在二零一七年。 到二零一八年，其实科技股开始走一波了。对，环球金从六七十就涨到四五百了。是，国巨就从国巨就从一千三，对不对？一百涨到一千三，有没有？对，二零一八、二零一九，嗯，就果这一次，这是今年，嗯，史上最猛，最猛哦，最陡，几乎要九十度，对不对？最陡，几乎要九十度，嗯嗯，几乎要九十度，嗯嗯，嗯哼，我们跟你讲过，我说。 图形都是走对称，嗯，怎么上就会怎么下嘛。哎，升的猛就会降的急。对，当降的急的时候，股票就会大喷出。今年被压，今年升的猛，嗯，所以就跌的重。对，那你们一些人刚进来股市两三年，没有遇过这几次，就很快就恭喜你，正好遇到今天今年升最猛的时候，还好，还好的是，你们看对节目。 有没有？是你们看到我的节目，那不然你们怎么样？嗯，你们在最猛的浪潮当中就了，摔最重的时候，恐吓你这个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，嗯，恐吓你这比雷曼海啸还要危险，嗯，恐吓你到台股会到六千六，嗯，还好你看了我的节目，对，你活下来了，嗯哼，对不对？今年的风暴你都可以跟我过去了，是，那后面的三五年。 就是你准备跟着我大富大贵的时候，嗯哼，对不对？没错。那你要先看这场分享会啊，你才知道未来方向在哪里，你要怎么做啊？未来三五年的大富大贵，接下来你要怎么做？要怎么卡位？怎么布局啊？强盖股要怎掌握。这一波你是熬过了，嗯，那不代表三五年你会大富大贵，嗯，为什么？你还是要做对股嘛。对啊，不然过了三五年你的股票还是没涨嘛，嗯哼，对不对？我说头要放对位置嘛，是，资金要放对位置嘛，嗯哼，对不对？所以。 分享会自己来。礼拜六的分享会，你要赶快来，真的，好吗？小老鼠 h i h 八八八，礼拜六的分享会，点图点图，你赶快来报名，好吗？打电话零二五四二九九一报名，或者加赖赖加进来，直接点图。赖我们里面有一个报名的图，你点进去进去就直接就可以报了，就填表单，填表单，嗯，你就不用打电话，没关系，你就点图填表单送出就 OK。好，来赶快报名了。好来。 今天呢，在春风里被攻上。<laughs> 我一看到，我说：“哎、欸，老师，庆余堂的赞呢，顶级的。”我都不知道哎，因为我很少吃这种。<laughs> 因为我吃快二十年了。<laughs> 来，你一定要记得把那个粉拉拉哟，哈，含在嘴里头，让它慢慢化哦、喔。<laughs> 这个要排队的，老師好。 郭小姐，感谢哈啊，好有心，对好有心，两个枇杷膏，好有心哦，还真的写的很清楚，要教老师怎么对，还写很清楚，要教超细心的，嗯，因为那一天讲说声音都声音都哑了，对，第二天马上，很有心真的啊，超有心的，他还请 Uber 直接送来，直接送来，哇 请 Uber 直接送来，原来现在 Uber 也可以送，可以啊，也可以，就指定他叫 Uber 车，对不对？嗯，然后 Uber 就直接送到，也有些也些人车也是，就直接帮你点到点送。好，谢谢哦。嗯，老师都收到。一罐我已经喝一半了，暖到心，好像有用有一点用。心，暖到心。对好来，我说有全雷打可打哈，你就不要打一雷安打。嗯，有大破段给你做，你就不要那么在意短线涨。 又拉回涨，又拉回，你定会觉得老师啊，那个五块价差没做到，很可惜，对不对？嗯，那你就错过五十块的价差了。嗯哼，你错过了，像两百块的价差，嗯、对不对？一档一档，你赚五千一万，嗯、可是后面有二三十万让你赚，你就没赚到，嗯、是不是？所以。 做对股票跟对人很重要，你的格局就不一样。没错，有没有？嗯，来，刚刚就跟你讲，股海人生的前半生没有对跟错，只有成长。是，你报错股票，去年叫你报新塘，你跑去报阳明跟长隆，嗯对不对？同样今年，我还是告诉你嘛，不要再去报航运了嘛，嗯，不要再去报船产了嘛，对不对？ 台湾的主心骨就在高科技产业，在电子产业。台湾的竞争力就是在这。没错 <錯 S>。那你现在还在抱脚踏车？嗯，对不对？美利达、巨大、日驰，嗯，那个刚讲拓凯，嗯，你现在要走都还来得及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跟你讲过了，一台脚踏车可以用十年。 它不像手机，而且现在都是铝合金的，很耐用啊！了不起就换换轮胎。嗯，我那台两那我那两台捷安捷安特已经二十年了，都还很耐操。二十年了，继续用。哎，我就顶多就换换轮胎而已。嗯，你听懂意思没有？很明白。那这一波的疫情，嗯，已经把未来五年的消费，呃，和该换的都换了，该买的都买了。是啊。 桌机、笔电，你要买的也都买了，<好>也换了。嗯，好啊，桌机、笔电会换、嗯、会坏，因为电脑的周期很短。嗯，你一个配备升级，嗯，好、哦，你速度就变慢了，你就要再买新的电脑了。嗯哼，脚踏车，一、啊、般是要买电动脚踏车啊。好，所以赶快想清楚。嗯哼，好、哦，不要不要太执着。嗯，好吗？好，我一直拿。 甜蜜区来跟各位讲，嗯，甜蜜区不是只有在十月才有甜蜜区，嗯哼，好、哦，我说这个泰德威廉斯全美的这个冠军，嗯、打手这个打击手，他说他只打甜蜜区，球挥过来有好多地方，嗯，但他都等等好球，对，等进到甜蜜区他再挥棒，嗯，所以不是他不是他很厉害，是他只会挥甜蜜区的球。 但是他就能够把胜率拉高了，对，他不会乱挥，对，嗯，所以他不乱挥，对，这边也挥，这边也挥，嗯，他就只是等这边嗯，做股票也一样啊，我带你做股票，我就是买在这个地方，是甜蜜区，我们在买，嗯，在这种地方做，右上角乱做，那只是怎么样，消耗掉你的能量，消耗能量，然后降低你的胜率，对呀，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嗯，你就跟我一档一档在甜蜜区买好来啊，嗯。 而且不但这个球要天天价，它还要怎么样？还要有价值，嗯，对不对？它还要有价值，是。所以做股票，你就是要这样，你才能够买到下一档大老鹰，嗯、对不对？嗯、<哼>下一档从潜龙让你会等到飞龙在天的标股，嗯哼，好吗？好，好、哦，所以巴菲特他自己都这样讲，在投资里面。 就像在一个永不停止的棒球场上，在这里我能够看见一千多家的公司啊，你每一家都要看吗？没有必要啊。嗯，他说我没有必要，每一个都看，每一个都要看。嗯，甚至五十个都没必要。嗯，好，我必须主动选择自己想要打的球。投资的秘诀就是坐在那边看着球一颗一颗飞来。 等待那一个怎么样最佳的球出现在你的打击区，有没有？<coughs> 我们台北股市很多，是。昨天跟着人家去跑去做生计，今天你要立刻被你的分析师带来追我的 M 三幺吗？股票，你每天就跟小蜜蜂一样，很忙，嗯<是>，对不对？不觉得精疲力尽你如果真的是小蜜蜂，那就算了。你真的是蜜蜂跟对蜜蜂找到花朵，那就算了。那如果你是。 跟错不是蜜蜂呢，是苍蝇呢。呢嗯、每天带你去找大便，对不对？追了这一只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去砍掉，再去追另外一只，你永远都是赚少少，嗯、但是你的停损都很多，对，甚至可能都没赚到。嗯，对，忙了一整年，忙了两三年，你的钱都是越做越少，<後>你这样当然不会赚钱了、啊。对呀、啊。 好不好？好，明白了。所以，好，好朋友们，这个周末，这个周末，你想要知道究竟在二零二三年方向在哪里，然后要怎么去掌握，还有要如何掌握住很重要。那五兆商机，那五兆商机当中，老师看到了些什么样的机会点？如何去掌握？好朋友们，直接来加入小老鼠 H I H 八八八点图来报名这个周末的实战分享会。早上在台中，下午在台北，赶紧来卡位小老鼠 H I H 八八八，或拨打零二二五四二九九七七。再次感谢永传国际投顾陈建成。 分析师和好朋友做的分享，感谢建成老师。年底快到了，圣诞节快到了，嗯、叮叮当，对不对？对，铃声多响亮，圣诞全雷打，我们还在等你一起来。嗯哼，趁着这一两天，你还有机会，好、哦，你也可以来跟我们布局，在明年上半年还可以有大赚一倍的个股的标股，好吗？祝各位十二月照样挥出圣诞全雷打。 加入永成国际投顾陈建成分析师古海涛金的行列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